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7页，倒数第四行，看起，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一句经文是宋译的原文啊。我们看念老注解啊，但者为也，独也。但念就是为念，独念，也就是不夹杂其他的念头啊，这叫淡念。此二句与前二句应一起读下。前二句是万缘放下，此二句是一念单体，此正敬业之纲宗啊，净土法门的纲领，净土法门的宗要，就这四句。啊，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这就是放下万缘啊。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啊，就是喜欢意念过去一切诸佛如来他们生生世世所修集的善根。善根是什么？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世法的善根叫世间法，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一切世间法都从这三善根生起。三善根的反面是三毒，贪嗔痴叫三毒啊。
换一句话说，世间法里头所有一切毒害都是来自贪嗔痴这三根啊，这不善的根，翻过来叫善根。啊，学佛这就明白了，如何从贪嗔痴回头。重视不贪不嗔不痴这三善根啊，出世间法的善根呢只有一个精进啊，永远不懈怠，永远不后退，一往直前啊，就是本经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一向专念是菩萨善根啊，勇猛精进呐。只要抓到这个，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别行里面的这第一段呢，是念佛法门的纲宗，最重要的纲领，重要。如果带着贪嗔痴，带着欲望，还执着五欲六尘，那就是严重的障碍。啊，后面这一句，这个要没有了，要是爱好欢喜，因为你对事法财色名利没放下，你对这个还有情爱啊，你念佛呢就不专心了啊，一佛念佛常常把佛忘掉了啊。如果我们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人人都有，没有这个现象就成佛了啊！有这个现象，我们知道我们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就是有夹杂，有妄想啊，有三毒，有欲望，这个没有洗得干净，没有彻底放下。人彻底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啊，对一切人事物一看就明白了，心里有数，能不能说出来？不可以说出来，要得罪人，跟人结怨仇啊，决定不说啊。该说的时候说，该说什么时候该说呢？他诚心诚意来向你请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时候该说、你看到了向你请教心不诚啊，意不定，这就不说，说了没用啊，那是来请教，是客气话啊，实际上呢也没有对你看得很尊重，所以这就不能教。
言观色。古圣先贤的经验呢，老师对待学生是面试啊，不说面试，就是来谈谈啊，见见面的谈谈，就知道了。我们自己或许不知道，老师也不说穿，实际上那就是考试。我跟方东梅先生见面，跟张家大师见面，那就考试。方老师是我自己写信给他的，没有人推荐。自己慕名写信，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张家大师是有人介绍的，闵梦金这个人不在了，是清朝时候的清王，明清王，他们是学密。明清王是新疆人，跟这个张家大师往来很密，是他介绍的。张家大师，我第一次见面，我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看了我30分钟，才回答一个字，又停了6-7分钟，跟我说6个字，这都是考试。你不能够忍受，那你就走了。再也遇不到了。方老师那种口试，是一般学校里头常用的。张家大师这种方法，世间法没见过完全看你有没有一点定功也就是降服自己的心浮气躁让自己心恢复到清净祥和，你才能接受教诲。那么由此可知，性情急躁的人特别是脾气暴躁的人，很容易发怒。这种人没法教。佛菩萨来也教不了，因为圣贤的学问，他从禅定当中生的。怎样去感应？要定，
定的标准就是放下万缘，放下越多，你的心就越定，越清净。啊，清净平等心是接受佛法最好的心态。啊，真正有清净平等心，一听经会开悟，像慧能大师一样。啊，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有没有我佛法的底子也没关系。我们以慧能大师为例子，他确实没有佛法的底子，但是他没听过。只是卖柴，偶然经过一个客栈，在窗户外面听到里面人念经，他就站了一下。那个人念的是《金刚经》，他听了觉得很趣味，很有道理。啊，他念完之后，他就敲门。啊，问这个先生，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念得很好听，很有味道。啊，这个念经的居士是有佛法的底子的。哎，看到这个人是个老粗，啊，年轻人。哎，但是他对佛法这么有兴趣，就让他进来谈谈，果然没错。领悟能力很强，啊，当时就给他决定，那就是影响六祖的一生，啊，劝他到黄梅，到五祖那里参学，啊，这个人真正是个法器，啊，不认识字，没有接触过，居然能听得懂。啊，把他体会的道理说出来，老修行人都说不出，啊，很佩服，啊，那么他告诉他家里穷，一天不砍柴不去卖柴，一天生活就过不去，啊，只有个老母亲。全靠这个儿子，每一天上柴砍柴啊，过日子。啊，这个居士也很发心，听了之后，送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他卖一年的柴都卖不到，都得不到这么多钱。啊，而且告诉他，你去参学，你老母亲我们照顾。啊，十两银子作为安家费。啊，我们大家一起照顾你母亲，你放心去。这个地方要知道啊，坛经上没有说他母亲什么时候走的？这一别，慧能就没有再回家去了，在猎人队15年躲藏起来，就没出来了。那活起来的时候，15年隐居，这8个月，就将近16个年头，没有跟母亲结婚。明心见性开悟了，开悟的人有天眼，开悟的人有他心通，有虚命通。那我们相信能大师照顾母亲的有神通，啊，当然这些居士们高兴，
特别是劝他参学的这位居士多高兴啊，真的成为第六代祖师。啊，所以说不起恶念，就是不起贪嗔痴欲着想，这也不起恶念。贪嗔痴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三毒烦恼，欲是欲望，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如何能控制欲望？这是真实智慧，这是真实的功夫。啊，把欲望控制到最低，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啊，世尊一生跟我们演的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把欲望降低到最低限度。啊，晚上休息，找一棵树底下打坐。白天需要吃饭，出去徒步。其他的没有欲望。平常一切时一切处，佛在定中，佛教人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他自己当然是至心一处。啊，那个至心一处，那一处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过去诸佛所修善根，他的念头在这里。啊，他不念别的。啊，想过去一切诸佛所修善根，想诸佛所修善根，就是自己修学诸佛的善根。在定中修行呢，欲缘就起现行，啊，不欲缘，常住定中，啊，这个善根。自心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出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真心不动，真心不生不灭，这个境界就是净土宗所说的常寂光的境界。那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没有戒除大众，没有教诲大众的时候，他在那打坐，那就是他住在常寂光中。
有人向他请教，随问随答，所答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经过分别执着，没有，完全是自信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说出三藏十二部经，后来学生复讲，整体成为经典，流传给后世。当年佛说话的时候，没有记录，没有讲义，这是真实智慧的流露。你要问佛的智慧从哪里来？那佛告诉你，佛的智慧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佛有，你也有，大家都有。为什么佛的智慧能现，我们的智慧不能现？我们智慧实在讲也一样在现，只是变质了。智慧里面加上了贪嗔痴欲，这里就有这些东西，着了外面的相，五欲六尘的相。所以不叫智慧，叫烦恼，叫妄想，叫杂念。把智慧变成这些东西。自己变的，不是别人给你变的。为什么变呢？你不肯放下就变了。真正肯放下，就恢复了。慧能在听经，听五祖讲《金刚经》，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为什么？他万缘放下了，没有贪嗔痴欲，不着五欲六尘，所以几句话之下呢，他就大彻大悟了。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学。一切法当中，只有这个是真的。真的要用真心，妄心是决定求不到真的。真的难就难在此地，不难也就不难在此地，只要你肯放下，它不难。慧能大师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那就是他真放下了。所以也就真成就了。放下万缘之后，幕后这两句，但要一念过去诸佛，
所修善根。我们今天修定中，但要意念阿弥陀佛，所修的善根是四十八愿，广度众生。啊，这是阿弥陀佛了。那么幕后一念暂停呢，就是本经里面给我们说的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是看破，一向专念是放下。我们就成功，修行不难，很容易，成就太高了，太殊胜啊！所以叫一般菩萨听到啊都不相信。那佛告诉我们，净宗这个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以下，都不甚清楚。啊，这个法门高妙到极处啊！啊，所以记住啊。这一句是敬业刚宗啊，啊，那就是特别重要啊。我们自己要想在这一生成就，一定牢牢记住下面《华严经》名，名是说明舍利菩萨了，地地不离念佛啊，《华严经》到舍利专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舍利菩萨见性了，这是说的别教。所以他成就快，十方刹土，十宝土的化身菩萨，没有一个不向往极乐世界，没有一尊菩萨了不想见阿弥陀佛。文明见相都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他提升了。本经大教缘起品里面说的去来现在
过去、未来、现在，这叫三世。啊，三世诸佛，佛佛相念呐。啊，佛多念佛。那佛没有不念佛的，佛念哪一尊佛？我们想象当中，他肯定是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当然念他。念他佛就是念自佛，为什么呢？自他不二，这个不可思议。自他是一，不是二。啊，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这个名号要翻成我们中文，容易翻，不难翻。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翻，不是不能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世尊在阿弥陀佛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意思，佛说的是无量寿、无量光。我们再问一问，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寿？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光？全是啊！我们称佛也是无量寿，也是无量光，也是无量觉。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遍法界虚空界，处处赞扬，处处称道啊！啊，诸佛念佛，决定是念阿弥陀佛。啊，决定是念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又观佛三昧经云：二十会中，既有十方诸大菩萨，其数无量啊，各说本愿，皆以念佛得。啊，这是如来法会当中常有的现象。啊，观佛三昧经里头有这个相。楞严经上也有这个相。啊，佛问这些大菩萨，你们是怎么修成无上道的？啊，大家都说说，给初学的人呢，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啊，菩萨当中的代表都出来了。
这是《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说他们怎么成就。啊，这二十五个人，其中大势至菩萨，他的报告就是念阿弥陀佛成就的。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写了一个小册子《净修戒要》，里面就说出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是遍法界虚空界净宗第一个提倡的人啊，第一个专修专后成就者啊，法界初祖。啊，我们娑婆世界谁是初祖？我想这个大家知道，法界初祖不容易啊，娑婆世界初祖容易，读过《华严经》就明白了。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娑婆世界的初祖普贤菩萨啊，最早《华严经》还没讲完，讲到最后他就出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那么中国净土的宗的初祖，东晋时候慧远大师，净宗的经典不多啊，最重要的经典是《无量寿经》，那个时候，《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可能到中国来了，还没有翻出来。慧远大师建东林念佛堂啊，邀集一百二十几个人在那边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依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在中国最早翻译，一直到宋朝，一共有十二种翻译。啊，可惜七种啊失传了，现在只有五种留下来。啊，原一本五种，这五种里面经文。出入啊，这个不同的地方啊，出入很大，所以古大德读了之后，都认为梵本的原译本决定不是一种。如果是一种，不管怎么翻，说是大同小异。啊，不可能有很大的出入，特别是愿。这五种本子里面有两种四十八愿，有两种二十四愿，还有一种三十六愿，这个是决定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
那么发生这种现象，就说明原本不是一种一本，原本。那为什么不是一种呢？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讲很多次，不是一次讲的。啊，一次讲的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出入。这个说法很合道理。啊，因为佛在一切经里面讲经，附带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有200多种。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世尊常常提到，所以就古大德了就判定释迦牟尼佛对于这部经讲了好几遍，不是一遍啊。那我现在看的人至少是3遍，但是还有7种本子没见到，可能还有别的不一样，所以说3遍以上啊，多次宣讲，特别慈悲也。末法9000年，除这一法之外，消业往生呢，人做不到。只有待业往生了，我们才有机会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是观佛三昧经，设方与会的菩萨无量无边。佛让他们每个人跟大家做个报告，你们怎么成佛的？皆依念佛的啊，都是依靠念佛而得成就。又这个又还是念佛三昧经里头的。佛告阿难，如今善知甚无往事，过去未来现在30诸佛皆设如是念佛三昧，我与十方诸佛即心结千佛，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子。善导大师的2句名言，我想就是依这一段经文说的。它是有来历的，有凭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他说2句话：诸佛所以出心时，唯设弥陀本愿海。啊，一切诸佛示现在人间来干什么的？就是为大家讲无量寿经，讲经宗法门，就是为这个来。善导说得好啊，这2句话是名言的，我们要会听的。要能察言观色，世尊摄经教学49年，哪一个法门能帮助我们这一生成就？
就这一门。除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啊，其他法门，那是根性特别理的，不是普通人。啊，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我学佛的时候，我三个老师，三个老师都警告我，可不要学慧能啊，那可学不到啊。啊，慧能之前没有看到有这种人，慧能以后也没有看到这种人，你怎么可以学到？啊，那是决定学不到的。这个路要死心，舍弃它。啊，决定能够做得到的，念佛往生成佛。啊，为什么？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只要肯念，个个成就，甚至于包括造作无逆十恶，回报大乘。啊，临命终时，你头脑清楚，你能够忏悔，你能够认错。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这话你相不相信？你有没有听懂？你要听懂了，相信了，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这是人人能修。人人决定成就的法门，我们要记住啊！啊，特别是年岁大了，到老年了，告别的法门时间来不及了，啊，真的要万缘放下。到60岁了，要万缘放下。啊，我真心真愿，我一句佛号念到底，成功了。啊，60以上啊，就要知道啊，在这个世间长，世间就不长久了。啊，还能活60年吗？他不可能。60、70走的是绝大多数，啊，所以就高度的警觉性。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讲古文，讲到欧阳修的《求生赋》。啊，古人写文章意思都很深广，啊，说的是春夏秋冬，描写是秋天的，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讲人生之秋，啊，意思说人生20岁春天，20到40是夏天的，40到60是秋天的，60到80是冬天的，80以后没有了，80以后叫风烛残年呢，随时可以走啊。
古时候的人怕是不出门的，皇上不能召见的，怕是不可以召见的。皇上要见的时候，要亲自到他家去拜访。不到80岁可以召见，80以上不召见了，70以上的时候，在大的皇帝这个大殿里头，宝殿上可以拄拐杖了，上殿。这是什么呢？皇上表示皇上敬老尊贤。上行下效，人民看到皇上对老人这么尊重，人人都会尊重老人。皇上孝顺父母，老百姓都会尽孝。皇上尊师重道，老百姓都学会了，要上行下效。大家跟谁学？看着最高的领导人，向他学习。他是全国人民的表率。他要正，这一国人心都正。这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所以一人兴邦啊，说的就是这种事情。底下接着说：“是故弥陀，亦如世尊，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即十方如来，跟十方如来也一样，从初发心的皆因念佛三昧也，证无上菩提，故但要。”意念诸佛也。这个要在此地不念路。要是爱好，念去生子。喜欢。意念祝福，人对念佛要念，把欢喜心念出来了。一生当中，什么时候最快乐？念佛最快乐。心向佛，口念佛。法喜充满了，这念佛功夫得力了，快乐无比，所以人健康长寿。那么以世间法来说，这是养生之道啊，第一法，没有比这个法更殊胜。不需要靠医药，不需要靠任何
补品，就是念佛。啊，现在一些人慢慢能接受了。为什么？科学发现了，现在人相信科学。啊，科学家提出疑心恐悟，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念头是精神现象，念头可以控制五蕴物质现象。我这个身体不好了，这是物质现象有问题了，怎样让它恢复健康？念头好了，身就健康。什么念头最好？阿弥陀佛念头第一好。啊，为什么？阿弥陀佛最清净，阿弥陀佛无量光，阿弥陀佛无量寿。念阿弥陀佛的人一定身心健康，一定无量寿。啊，你不在这里下手，你到哪里下手？这么好的东西就摆在面前，我们没有把它用上啊，你说多可惜啊！天天说念佛，念佛的时间很少，妄念的时间很多啊！你起心动念在想什么？你在念什么？不是念阿弥陀佛了。念阿弥陀佛哪有这么多毛病啊？下面解释第一句，所修善根，知诸佛所修之功德，意念佛德，感恩图报，思于其等呢，是名一佛。这把忆佛跟念佛说出来了。什么叫忆佛？啊，常常想念佛的恩德。佛的恩德是什么？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两句话，我们再换一句话来讲，真诚的爱心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诚实，不是虚伪的。啊，爱谁？爱一切众生。我们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能，经上说得好，四十八愿里面都说了。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建立的。啊，阿弥陀佛发愿，帮助一切众生，就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帮助大家生到十宝庄严土，一真法界。四十八愿为这个，不为他自己。啊，哪些众生？
甚至造作无逆是我，那要堕地狱的。回谤佛法也是堕无间地狱的。啊，造作这样罪重罪的人，只要你临终忏悔认错，忏悔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不做了，这真忏悔。啊，发愿求生净土，一念生念必定得生。这是大恩大德了。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你能找到一个对你有这么大恩德的人吗？找不到了。父母爱你是一世，佛菩萨爱我们是生生世世。阿弥陀佛不但是生生世世，是希望我们在现前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啊。啊，你一定要直下承当了。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为谁？为我。你要有这种承担，它是为我建立的。四十八愿是为我发的，极乐世界是为我修行而建立的，一点都没有错啊！我们建立一个道场，希望成就几个人，自己还有私心在里头。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成就我们一点私心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肯定了，他认知我跟他是一体。同一个自信，同一个真心。自他不二，万法不二，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找不到第二个。大乘教上告诉我们，佛佛道同，成佛完全是平等，没有先佛后佛，没有第一第二。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佛都推崇阿弥陀佛第一？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佛是第一，推崇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什么意思？这是佛佛谦虚啊，教我们谦虚，不要去争名夺利。啊，这样的四十八愿每一尊佛都可以发，极乐世界每一个佛国度都可以成就，
为什么别人不做了？别人看到阿弥陀佛做了，行，我就不要做了。我这个地方有苦难的众生，自己没有能力成就的，我把他介绍给你，送到你那里去。佛跟佛是一，不是二。你做成就就是我的成就，你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我无需再做个要跟你抗衡，我是第一，你是第二。动这个念头，马上就坠落，就掉下去了。为什么？他起心动念。他有好胜的心，有好争的心，立刻就下去了。佛没有念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看到别人好就是自己好自己快乐无比看到别人有罪过自己就难过你自己过失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是帮助自己离苦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所以要常常念佛的功德，那个感恩的心才生得起来，报恩的心才生得起来。怎么报恩？听佛的话。真正相信，真正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报佛恩。没有能往生净土，你没有报佛恩，你没做到。真正往生，你真正做到了知恩报恩。你为什么不能勇猛精进？你不知道恩。你不认识恩人呐、父母对我们恩是一世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恩是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没有一天的放过，一直到我们真相信、真发愿、真肯念佛往生。所以学佛不是容易事情，虽然人人都有佛性，这在理上讲的，事上迷得太深了，迷得太重了，回不了头来，这个世界，财色名利的诱惑。三天不念佛，不向佛，境界先前，你就保不住自己啊。你能不被境界转吗？所以今天，外面境界诱惑人的力量，比古时候超过1000倍都不止。古时候人没有这么多诱惑。古时候人从小就教好了，社会环境好。他看到的全是正面，负面东西很少见到。现在的社会
全是负面的，正面东西看不到。啊，传媒里面都见不到，啊，报纸里都看不到，电视里都看不到，网络里都看不到，现在出版书本里都看不到。啊，古圣先贤。那个时候没有佛法，他们生到哪里去了？多半生到天道啊！天上福报大，寿命长。啊，忉利天，中国人最崇拜的，忉利天竺，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我听的有人说，孔子、孟子都在忉利天。啊，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啊，跟我们有时差，时差很大。我们人间100年是忉利天的一天。那换一句话，孔子、孟子生到忉利天多久啊？才1个月。一天是我们100年吧，1个月是3000年，还不到，还差一点。啊，他们的寿命要1000岁，你看，才1个月，寿命1000岁。多大的福报！啊，那么天人具足五通，啊，有天眼、天耳，有他心宿命，有神足，有这五种神通。啊，所以天道也很能诱惑人的。升天道不难，啊，也要有坚定的信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佛经里头说的，修上品十善的人，升天道。啊，我们也修十善，没有他修的好。啊，他是上品，我们是中品，要打分数，人家是80分以上的，我们是60分以上。啊，到人道来了，那比我们差的呢是阿修罗，落差。啊，下品是谁？他们在世上修行，实在讲是上品。上品为什么不如我们呢？因为他带着傲慢，带着嫉妒，带着好胜，争强好胜。啊，他有大福报，他有大的威势，就是他有权有势有大福报啊，但是他傲慢嫉妒啊，这就变成阿修罗了啊。阿修罗享天福，福享尽了就堕地狱啊。看来世很好，再往下看是问题出来，原因在此地。
一切众生，无论生在哪一道，最幸运的、最难得的是他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得度的机缘。这个机缘太难太难了。得到之后啊，一生如果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统统都到极乐世界去了，一生圆满成就。那我们今天晓得了，我们搞了几十年才搞清楚、搞明白了，对这桩事情才不怀疑了，不动摇了。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发愿往生决定得生。只要老实念佛，最好把心里头妄想杂念呢都清除掉。心里面呢，只存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这样是吧？这样保证我们一生成佛。功夫再加一点，可以保证我们随时往生。我想什么时候走，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自己真有把握，这才行啊！要真相信啊，这一桩事情，净土圣贤录记载很多，往生传里头也很多。细心观察我们身边这些人，真正念佛往生的、欲知实质的也很多。我们如果再不肯相信，再大意疏忽，那就是业障深重。这一生没有缘得度，要到来生后世，来生后世不知道到哪一界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看目前世界这个社会的走向，就像教宗所说的，最近这十几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渐在下降，他担心这种情形要不能改善，二三十年之后，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很少很少。那换一句话说，你再得人生再到世间来，你遇不到了，没有机会了。到什么时候才机会啊？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下生到这个世界，世间成佛，看你有没有机会遇到。太难了，
这个世界上有佛出现的时间很短，机会难得，没有佛出现的时间很长。无佛出现的这个世界，人都很痛苦，灾难很多。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等啊，现在要抓住啊，抓住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万缘放下。也就是这个地方这一段的经文。一定要放下贪嗔痴欲想，这是什么？这是轮回心。有这个念头，就是有六道轮回。如果是贪着五欲六尘，这是缘。你看。有轮回的心，有轮回的缘，因缘具足，六道轮回就现前了。六道轮回是果报啊。一定要知恩报恩。要念佛。对我的好处，对我的利益，感恩图报，施予其等，这是佛的本愿。佛希望我们快快成佛，跟他一样。这不是功高我慢。满佛的愿就是报佛的恩，是名义佛，义是这个意思。那么佛的善根，念佛最深，世间不少人知道，人生在世。应当要积功累德，要断恶行善，很多人知道。什么是第一善？什么是第一德？知道的人不多。世尊为我们说出。忆佛念佛是第一善根，忆佛念佛是第一功德，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我们相不相信？实在说呢，不能说不行。也不能说全信，半信半疑。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呀。这什么原因？佛说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天天在学经教，还没懂。真正懂了，真正明白了，不必劝你，你早就真干了。我出家剃了头以后。没多久，
一个多月，我有一个朋友，赵恒体的儿子，他大概大我2-3岁，也是方老师的学生，打个电话来邀我，一起去看老师，好啊。我穿的出家人的衣服，老师一见，怎么你真干了？我说老师说的话我听懂了，人生最高的享受。说对，你的路走对了。我出家只有他一个人赞叹，别人都说我迷信。都很惋惜，怎么迷成这个样子？年纪轻轻怎么出家了？那在我自己想呢，我出家太迟了，我要早10年知道，多好啊！我自己感觉着我已经晚了10年。我出家33岁，跟方老师学哲学的时候是26岁。所以你真搞懂了，真喜欢了，不用人劝，你自己会发现。心发不起来，说明没有搞清楚。纵然是学，还不清楚，还不是真正懂得。真正懂得哪有不落实的道理？所以念佛。最深经与其等，我也想跟佛一样。是故，业当持名念佛，你就真的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名居万德，总摄一切善根，知道的人真不多。所以人念佛的功夫提不起来，故知老实念佛实在是暗摄一佛功德也。老实念佛是多么可贵这一种心智，真正暗摄就是不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把阿弥陀佛的功德都变成自己的功德了，这还得了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怎么能修成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自己融成一体，阿弥陀佛的功德就变成自己功德。像修兰博士治病，把病人观成跟自己一体，病人身上的病就是自己的病，用清净心
把自己的病都消除了，对方的病就好了。这个道理是一体的，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体，要有这个信心，坚定的信心。我们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跟阿弥陀佛不一样。阿弥陀佛是法性身，那我们的有法性，法性就是自性，法性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跟佛的本性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所以阿弥陀佛所修的功德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功德，我只要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了，他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的佛，也就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无比殊胜，这就是极乐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你要真懂，真明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不是释迦牟尼佛随便说的，我们自己要细心真诚能体会得到。世间第一等快乐的事情，第一等幸福的事情，就是学习无量寿经，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有人告诉我，下莲居老居士是普贤菩萨再来，黄念祖老居士是观世音菩萨再来。我们不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看看这两个人一生的行义是有一点像。念老用十年的时间汇集这部经，让后人看到无话可说，再找不到瑕疵。那还有一些人不信的，这是善根的问题，他的缘没到，这一生不能得度。缘成熟的，他看到生欢喜心，他相信，他真修，必定得度。我们功夫不得力了，就是不认识，听得还不够。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念这一句，就是把阿弥陀佛无量劫来所修的功德全念到了。
你念到多少，看你自己的心有几分真诚。啊，印祖说的不错，你有一分诚敬，你得阿弥陀佛一分功德；你十分诚敬，你得到阿弥陀佛十分功德；你万分恭敬，你一声佛号得到阿弥陀佛万分功德。啊，能得到多少，全在自己。为什么不干呢？又安乐机缘，或有三昧，但能除贪，不能除嗔痴；或有三昧，但能除嗔，不能除贪痴；或有三昧，但能除痴，不能除贪嗔；或有三昧，但能除现在障，不能除过去障，未来一切诸障。若能常修念佛三昧，无论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安乐集上这段话说得好。三昧很多，除障的某一部分啊，我们的障无量无边的业障啊，众生有84000烦恼，佛有84000法门，法门里有84000三昧，这些三昧是除众生业障的，一个三昧除一种障，所以要84000法门。那么念佛法门总除了，这一句佛号把84000障全除掉，谁做的？达到了，阿公阿婆。一生老实念佛，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从早到晚就一句佛号啊，你看到这些阿公阿婆，你细心去观察他，他在那里表演不思议法门，啊，这些人往往贫穷，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也没有智慧，啊，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懂，啊，但是你看出他天真，看出他真诚、恭敬、慈悲、谦虚，你把这些美德的人细心，他统统去做。啊，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啊，都非常欢喜。
你跟他讲话，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他回答你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回答你这句。那你说一句，他也说一句，啊，很有味道。他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啊，这些人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我肯定他们都是上辈往生。上辈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那些人真菩萨了，真修菩萨道啊，真修菩萨心啊。我们往往把它看清了，见到这种人我们要非常恭敬啊，我们跟他比确实不如他。你看拜亲三昧，有的出现在这，不能除过去未来，有的除过去障，不能除现在未来，有的能除未来障，过去现在不能除，唯独这一句名号统统除掉啊。啊，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是故法藏菩萨于静心住心中手云但要意念诸佛也。法藏菩萨这一句是有道理的，把所有障碍全除了啊！啊，这四句话，我们要常常念它，要常常警测自己，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相位诸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啊，这是不可思议无上的开始。啊，四句话能帮助我们消除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劫的业障。啊，怎么个念法？怎么个意法？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是什么？贪嗔痴欲反过来就是真心。有这些念头是妄心、妄念，没有这些念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是真心，这是真念。啊，还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五欲六尘的干扰，就是在五欲六尘里面，你还会分别执着，你就受他干扰了。
要怎样呢？一句阿弥陀佛，把他们全都打扫干净啊，心里面见如不见，闻同不闻啊，我看见了，听到了，我心里是阿弥陀佛，跟五欲六尘不相应，这就对了啊。这是真正原理了。原理也不是故意离开他们，不需要，一切随缘。啊，只要自己的心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这是真正的念佛三昧。阿弥陀佛的功德住在我们心中，啊，绝不为外头境界动摇。啊，外面的境界一切随缘。古德有很好的教诲，告诉我们，好事不如无事，随缘不要攀缘啊，随缘是一切事情顺理成章，没有问题啊，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好事要做啊，不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不要做啊，那么利益众生你要有智慧能看出来，现在利益，将来的利益，这是真利益，现在有利，将来没有利益，这是假的啊，这个心跟利了都浪费了啊，成就一个都是功德，李老师在台中弘法六十立身38年，啊，我们这几个后代没有辜负老师啊，下一代呢？下一代我们看到一个人，果勤法师，很难得，我很尊重他，赞叹他30多年来专攻戒律，现在谈戒律大概全世界就剩下这一个人啊，30年的苦行，把佛法的根救住了，无量功德了啊！所以人要至心一处。我们知道，到现在才落实啊！现在我才至心一处，就是无量寿经黄念老的记住啊，别的全放下了慢慢去体会，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佛说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利益，真实之己，三个真实是一体啊，一个得到了
三个全都现前。啊，这一段开始非常非常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